好，开始啦，来，这个好，尽量让它打直，对不对？嗯。先向内，一、二，这个怕脱臼了，是吧？扶好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再来外，那更要注意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、八、五、上下，一、二、三。老师，这个方法，这个跟乙骨就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乙骨啊，这就是乙骨哦。肩膀擦。哦。七、八、一。哦。这就够了。二，这乙骨的肩膀擦。这个要带一点旋，来这边的时候带点旋，这上来，啊下来，嗯，带点旋上去，这样子，对，关节面才慢慢慢动下来，对。动手腕。你看，那它就轻轻动一下。你看这手就会动了。它就有50。手很松了，对不对？原来呀，会动喽，会动喽，会动，会动啊。手都打直了，嗯，手打直了，嗯，OK， 好，你都没有给他戴手套。没有哎、欸，我不知道要戴什么手套，没有人说过。你去买那个小朋友的手套。哦。小朋友手套厚一点的，有没有？嗯、厚一点，把它穿起来，哦、那个毛线织的哈、哦。嗯哼。让它这样子，不要一直卷。哦。嗯，脚不要，手不要冰，他手很冰。嗯哼。是吧？尤其你们那个有没有放冷气？没有了，有电风扇。那里面放冷气，夏天也不放吗？嗯，应该有吧。有啊，夏天他们都会放，放冷气，所以手会冰。嗯哼。所以你买那个小朋友用的手套，有没有？嗯哼。嗯，戴着，手才不会冰，越来越冰冷了。他不会讲话，手冰，他也不会自己把它放到被子里面去，他都放到外面就不行，会太冷了。嗯哼。嗯，来，我们做右手哦。右手喽，放右手啦，来，啊，哦，右手很紧哦，一样紧一样紧，右手比较有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会动。左手比较有感觉，对。嗯、你看会有点抵抗哦，他的右手都不抵抗，左手会有点抵抗，会抵抗不是坏事，知道吗？啊，奶奶。哦，你看，你可以放下来了，放下来了，手掌一样的，我们手掌的手指头就一节一节的，太冰了。嗯。啊，刚刚忘记给他盖毛巾，以前来都有盖毛巾，今天忘记。会痛会痛，这只手有感觉会痛啊。老师，我给他盖一下。好，来后面。这个吗？谢谢，老师。嗯，来。忘记。今天忘记。
像还是不太够。老师，再这个好了。你说你他手冰。啊。用这个，这个压在这下面。对。老师，你帮把这个打开，打开跟他盖上。对啊，你说手冷了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以前来都有记得。叫帅哥戏啊，我看伊遐去。所有拢是帅哥啊。哎，对对，就是这样说。要一百下。嗯，对对对。真的很孝顺哈。对啊。能够来这里的人都很幸福。真的完全不停的啊。嗯，你看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老师，你还会做气功啊？你刚刚用指尖去做气，有点像天地教的金刀。天地教是在那边台中无锡的。不是，台北就有。真的有气啊！这已经科学证实有气。气啊，气有一切，气都是有能量的。对，有可以那个中杰教授。气是有单位叫做磬，磬，他自己画的。对 ，CHIN 磬子，他说呢，他的那个叫做磬子矣。钟教授讲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养生观念，三重四德。三重四，从不生病，从不失眠，从不酸痛。哇，还不简单呐、啊！你那仙人。老师，你要讲这一段，我给你重新开一个课程，好吧？好、okay.。